I recall the past real vaguely.给我过来，咱俩问。还有吗？应该没了吧。下路感觉稳了呀，两个人头。但是他们没补装备，不好说。没补装备，那他们就是同一起跑线，还有机会。补完装备估计就比较难玩了。没补装备，感觉还能操作一下什么的。剧情发展是不是有点不对呢？下路肯定应该还是优势的。这个正门给你推到塔里啊，不给他推到塔里他记了，可惜。Q 没中啊，你不做气就行。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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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啦！跑得真快，这个人马。我还想勾引一下的，就是我们这边三阿斯在的，我想把他引到这边来，引不过来了。发给我一个。哎呦，我控不住他，他有二段 E 啊，找到杀人马了。胶神好像也跑不了了，他移速太快了。没了呀，格莱文还有双招，没办法，少一个技能我都能杀他的。还行，难道来把他补了 ？OK， 小龙也拿到了，拿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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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我操！
太脆了，操作不了他。我还想反杀他呢，反杀不了，反杀不了，我被破盾了。没事，虽然我一杠四，但是我发育很好的。这不回家出来打这个鳄鱼随便打的，虽然战绩不太好，但是等下肯定能杀起来的。中单没太多状态，野区人马应该在，应该是两个人。打他也打太久了吧，太肉了，拉不住了，兄弟们。这波有失误啊，没挡到技能这个 W。如果能把这个奇亚娜的这个鳄鱼的 W 给挡了就好了。说了呀，虽然说我的这个战绩不怎么样，但是我发育很好。说实话，现在全场应该就是我发育最好，只是战绩不怎么样而已。赶紧去，赶紧去，人马彻底疯狂了。往我这走，往我这走。对，跑快快，跑快快！不给，不给我呀？为什么不给我啊？硬要你都不给是吧？行，下波就先杀你啊！让你不给我，人马又开始杀了。没事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小马。看我擒他啊！小马呢？我先把中塔给下了。有大没大？啊，奇亚娜呢？被我反甲弹死了，
怎么点了？我还没杀够呢。畜生，怎么就畜生啊？啊？怎么说话的啊？注意素质。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。